好，同学们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呢雅思口语九到十二月份 Part 2预测题目八分示范答案的第十六个题了。这题特别有意思啊，这题聊的是呢 Describe the home of someone you know well and what you often visit， 就是你比较熟的，就是有一个人的家你经常去，然后你去描述一下。这个题目呢包括这个家是什么，然后你什么时候经常去，然后的话你经常去的频率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对这个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话，一般情况下你们在去准备这个题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想说，哎，我经常去谁的家，然后是不是要去描述一下这个家是一个几居室啊，然后去想一些形容词啊，然后再上 Google 上面去找一找这些单词，对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如果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确实没有一个你经常去的这个人的家的话，比如说我自己的真实情况就是我没有，我完全可以给考官解释说我为什么无话可说。叮叮叮叮，点击一下这一节课我们之前引用过 IDP 官方给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就是呢，当你雅思口语你确实有一个 topic 无话可说的时候，不要慌张啊，同学们，你和考官解释一下，你说这题我确实无话可说，然后原因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考官呢要么就给你换题嘛，你就可以给他解释一下，然后要么就是呢他你就可以继续再去说来说一下为什么没有这件事情。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啊，我就会这样说，我就会说A home of some， 但是这个时候你记得啊，是你刚拿到一个题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还去自己去想问题啊，没有那个一分钟了，你刚拿到题就要和考官这样说，你就说 ActuallyI really don't have a home that I often visit because recently， 你就说一下原因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的情况就是 ，recently I've been working in a co-working every day. Also, I just came back to Chiang Mai. I don't know any friend here. I've never visited any friend in Chiang Mai. So, I couldn't recall a similar situation. Do you mind that I just keep talking about why I have nothing to talk about regarding this topic, or you?Wouldn't mind to change a topic for me.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和他有一个交流，然后他也觉得，嘿，你这个人的英语还是挺好的，你是来过来跟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的，而且你也不会让他这个工作变得特别难，因为他的工作是给你一个准确的雅思的一个准确英语水平的一个评分。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可以告诉他你为什么无话可说的话，他也可以给你一个评分，他也可以去选择是不是跟你去换 topic 这个样子的。这个是官方给出来这个建议，并不是我说的啊。有些学生说，老师，我考场上面的时候不敢用这个方法怎么办？没有关系，大胆用，你就可以这样给他解释，你就说actually I watched the video posted on the IDP official website. It mentions that if I have nothing to say, I can explain why I have nothing to say regarding this topic. Do you mind I keep talking, or you would prefer changing a topic for me? 这样子的时候的话，考官一下就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生，让他的工作也会变得比较顺利。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当你无话可说的时候的话，和考官去做一个交流。然后呢，我们这个季度的话，实际上60%的题目的话，都可以去套用一个万能故事和四个万能原因的，不是所有题咱们都要这么答的啊。其实偶尔有这么一个题，你真实情况确实是无话可说。如果你想知道是怎么样去套用的话呢，你们到 B 站去收看一下这一个系列的视频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呢，在微信上面的话，都会去更新三个视频的，我们的今天的这节示范的话就讲到这边，然后你们就可以看一下下面一节课的示范了。